今次好感恩啦，我哋啊，诶，而家有啦，而家有喺疫情嘅期间，咁我哋都啊，咩嚟噶？知唔知？我哋教会都有唔少诶年长嘅弟兄姊妹，或者大家邀请啲朋友，亦都年长嘅，咁都系有好多人都系考虑紧。呢个拉烟啊嘛，但望我个样喺度嘅。打唔打疫苗？咁啊又诶，今日都好感恩嘅，都诶好感恩咧，就系诶邀请到。余伟文医生，余医生，打定打嘛？大家打声招呼啊！咁啊就，余医生咧就开洒，系我哋欧伦开洒嘅医生啦，好资深嘅医生。咁啊，如果大家嚟开我哋教会有崇拜咧，同余医生都好熟噶啦，又亦都会系嚟我哋教会嘅退休会啊，主日崇拜啊，唔同嘅 workshop 佢都嚟帮手嘅。咁啊。今日都係特別嘅感恩，咁有余醫生喺當中嚟到係講解一下呢、這個疫苗嘅更多嘅知識，因為有時我都聽到弟兄姊妹或者有朋友同我講咧，都係等咗啱疫情開始嘅時候就等疫苗，想住疫苗就好啊，咁點知而家有疫苗打啦，有好多人就心大心細，聽到有唔少嘅意見又好掙扎，打唔打又唔知道嘅副作用係乜嘢？聽你咪聽，電話嚟呢度。特別嘅感恩嘅有醫生喺當中，咁啊醫生咧就除咗係開曬嘅醫生，佢亦都係喺歐倫治理浸信會咧嘅國語堂，亦都係作為一個傳道人咁好多嘅幫手嘅，所以今日就非常嘅感恩，請到醫生嚟。咁我就時間關係，我就交翻俾我哋可以做個開始禱告先啊！我哋嚟一個開始禱告，我哋一齊低頭禱告。係恩主，多謝你，多謝你心恩喺呢個疫情嘅當中，你嚟到保守我哋弟兄姊妹啊！喺當中我哋雖然面對呢個病毒，我哋日常之中亦都係有唔同嘅壓力啊，但係你保守我哋，你與我哋同在，你都係俾我哋。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一起的面对，虽然今天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实体的聚会，但多谢你，你给我们有这个网络的平台，有这个 Zoom 的科技的时候，我们一起的能够在网络上见面，一起的彼此的问候，一起的彼此的 support，我哋多謝你，亦都多謝你今日帶領余醫生喺我哋當中嚟到，俾我哋有唔同嘅幫助。佢亦都喺當中唔單止係講呢個疫苗我深信佢亦都係講到人生，講到人生喺呢個困難嘅當中點樣嚟到認識你、信靠你呢位恩主。我哋特別嘅為到每一個低頭嘅，亦都為到有新嚟嘅朋友，我哋再一次交喺主嘅手裏邊，深信你會祝福使用。我们余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都看到了，我有一个幻灯片，其实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有不同的信息啦，当然我们今天的主要要提到呢就是讲到这个疫苗方面了，但是其实当我们讲到这个新冠病毒和这个疫苗和我们的信仰，特别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会讲到我们会信耶稣，其实这几样东西怎样能够可以混合在一起呢？所以在今天的時間當中能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從這個角度來去看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疫情，大家可以看到熒光幕上看到呢就是這個新冠狀病毒的形狀，其實呢新冠狀病毒我想我以前都解釋過呢什麼叫冠狀病毒呢，其實這個冠狀病毒呢是一連串不同的這個冠狀病毒的，而現在我們所面對的 COVID-19 呢是最新的一種，即是發現到最新的一種，所以叫新冠狀病毒。其實就過往這麼多年呢在研究的醫學人員當中啦，或者一些特別的研究的博士呢，其實他們都對這個冠狀病毒呢有相當的認識的，所以其實人類來說呢
醫學界咧就對呢一個冠狀病毒咧唔係陌生嘅。嗱，咁所以其實當我哋講到點解佢唔係陌生嘅時候咧，我哋就明白點解當疫情開始嘅時候咧，我哋睇到有一啲嘅應對嘅措施，同埋今日我哋所睇到個疫苗嗰個研發點解會咁快咧？咁其實背後咧係一段好長嘅歷史嘅。好長歷史當中，其中咧就係因為醫學界裏面咧對呢個冠狀病毒咧都有一啲嘅認識，同埋過往沙士其他嘅疫情當中咧都同呢一個冠狀病毒咧係有關係嘅。嗱，咁如果大家睇呢個圖片咧，就覺得哇好靚啊，係嘛？啊靚起嚟咧，但係你又唔想要喎，因為呢個病毒嚟嘅喎，病毒咧可以致命嘅喎。嗱，咁但係點解人可以睇得到？哦，原來呢個病毒咧係咁樣嘅形狀咧。咁嗱，如果大家望落去嘅時候咧，喺呢個病毒個表面咧係有好多一支支嘅，睇到嘛？一睇一支支嘅時候咧，其實咧呢一個係外面佢嗰個蛋白一個結構啊，英文咧叫 spike protein 嚇。嗱，咁其實有好多嘢咧，我哋隻眼睇唔到嘅。但我哋肉眼睇唔到嘅，譬如空氣我哋睇唔到啦，但我哋知道咧喺呢個天空當中有空氣啦。咁而另外特別嘅就係話，其實呢個 virus 呢個病毒咧，我哋都睇唔到嘅。但我哋知道係有病毒喺度，因為佢會令到感染到嘅病者咧係有唔同嘅症狀，甚至乎咧因為呢個病毒而死亡嚇。嗱，只不過咧就係因為過往喺研究嘅過程當中咧，人類咧係發明好多唔同嘅儀器啊，我哋知道有顯微鏡啦，係咪？如果大家曾經喺讀書嘅過程當中用過顯微鏡嘅時候咧，就能夠知道係好細嘅嘢咧，藉著顯微鏡咧 microscope 咧就能夠可以睇得清楚，將佢放得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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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而我哋面對睇到呢一個圖片咧，就係相信係用一啲好特別嘅顯微鏡英文咧應該係講到係嗰啲 electronic 嗰啲 microscopy。是看得很小很小很小，然後我們才知道、哦、原來呢這個新冠狀病毒是這樣的樣子的樣、跟著呢我們去看呢就是說、原來呢藉著這麼多年的研究對這個冠狀病毒的認識呢、大家都知道裡面它的結構是怎樣、大家其實如果沒有這個、對於生物學的背景的時候呢就很難想像的，不過始終咧，呢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好奇妙嘅事情嚇，因為我哋人咧，藉著咁多年嘅研究，神俾我哋嘅智慧咧，對於唔同嘅事情咧，都能夠可以了解。正如話咧，我哋聖經當中有好多所謂以前係叫奧秘咧，即係唔明白嘅啊。當然，我哋講到聖經奧秘咧，就係神俾我哋明白睇得到啦嚇。咁而喺個創造裏面當中，我哋睇到人嘅結構啊，甚至乎生物啊，甚至乎呢啲微生物嚇、無論係病菌又好，病毒又好，我哋藉著醫學同埋一啲科技嗰個發展咧，我哋能夠對佢更加有進一步嘅認識。而當我哋睇到呢一個圖片嘅時候咧，即係話原來哦，原來呢個病毒裏面咧係個結構係咁樣嘅，即係裏面咧佢有佢嘅基因。啊，亦都有一個外殼，而外殼出邊咧就有啲叫 S protein， 即係 spike protein。而就係因為呢啲咁嘅 spike protein、S protein 咧，就係黐落去人體嘅身體裏面嘅時候咧，就能夠進入去人嗰個身體裏面嘅細胞，而產生呢個病嘅影響。嗱，咁我哋特別今日講到呢一個新冠狀病毒嘅疫苗嘅時候咧，特別我哋睇到喺美國咧係有兩種嘅疫苗。嚟到係暫時啦，暫時有兩種嘅疫苗嚟到使用。咁兩種嘅疫苗嘅使用咧，都係利用一個最新嘅科技平台，就係用呢個信使核糖核酸嘅科技嚟到去研發出嚟嘅。OK， 嗱，咁未講呢個疫苗之前咧，又講下我哋即係背後咁多年來嗰個科學研究同埋醫學研究。其實你望我，我望你嘅時候睇唔出啲咩嘢嘅，係嘛？當然我哋睇到外邊個表現啦，眼耳口鼻啊、手腳啊、口啊，我哋睇得即係好表面。但其實表面之內裡面咧，其實有好多嘅奧秘嘅，其實有好多嘢咧係不可思議，
很多的結構和運作呢是無可想像的、啊、所以其實我們不說你不知道，真的、就是、除非你讀遺傳學、啊、除非你讀生化學、啊、Andrew 會明白我說什麼了，大家當中、就是、背後你的、就是教育背景不同的時候呢，你或者都會認識。其實當我放這個圖片上去的時候呢，是跟大家說就是其實我們每一個人說到子女似爸爸媽媽呢，又說哎呀他不似我，似我就怎麼辦呢，其實沒得賴的，不一定似你的，即是不是似你那樣就似你那樣的了，有好有壞都會相似的了。因為為什麼呢，我們有遺傳基因嘛，而遺傳基因呢就是由一代傳一代又傳一代，高矮肥瘦聰明或者即有什麼其他的東西，特別有時候臭脾氣呢都是有遺傳的、啊、當然呢、就是、在生出來跟住見到父母是怎樣可以學到、啊、但是說回轉頭呢，就是說其實為什麼我們今天有這個疫苗的研發到出來呢，就是背後呢、那個、遺傳學呢就已經是這麼多年的時候，特別是最近這十年呢或者長一點，對這個遺傳學這個基因的排序呢有相當的科技和發現。所以其實有一些人呢就很好奇他自己身體的基因，基因裡面有沒有什麼病呢，有沒有什麼病可以是遺傳給下一代呢，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去找這些公司呢特別做一個基因、排列，或者去看一看他的基因裡面有沒有出問題。而當我們講到這個基因的時候呢，就真的實在是講到神創造的奇妙。因為呢其實基因裡面的排序，因為無論是、狗又好、貓又好、烏蠅又好、什麼生物都好，其實它裡面都有遺傳基因的。而它裡面遺傳基因的時候呢，裡面都是有不同的排序。排序的意思呢就是裡面它那個蛋白啊，和它的結構的組合呢是有不同的一些的密碼呢來到組成的。咁而身體裡面嗰個新陳代謝是靠嗰個密碼編排同埋複製，以致呢有新的細胞出嚟。這個背後呢就真係好奧妙，我唔係讀呢個遺傳學呢，咁所以我能夠認識嘅呢都係一二嘅啫。但是當我們再返返去講呢個疫苗嘅時候，點解我哋睇到現今有兩種嘅疫苗，它裡面都講到是一個信使核糖核酸呢叫 mRNA 呢就是講到 messenger 一個信使，而 RNA 呢就是那個結構。而通常來講呢，我們看到個 virus 呢就是一個 RNA 的結構，但是其實我們即是人類那個每一個細胞裡面呢都有個核心，而核心裡面呢就是有這個、遺傳基因。遺傳基因呢就是另外呢就用染色素呢去組成，而這染色素裡面呢就是有這些基因排序的編排的了。 而當我們在身體裡面的普通運作的時候呢，是當我們要複製一些細胞或者複製一些蛋白的時候呢，就會用一個身體自然的技能呢，就是將一個原先的版本，即是 original copy，原先那個版本呢是複製一個 copy。 即是好像以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呢、以前那些叫做印水紙、啊、是吧，如果你想 copy 一張呢，你要擺張紙在中間，然後寫一些東西，然後接著印到的、啊、所以講回頭呢，就是說就是因為現今的科學呢能夠可以做這個基因的排序，無論是人的細胞又好，這個病毒的細胞又好，所以呢我們能夠可以從這一方面呢去研發一種疫苗，是借助這個基因排序或者是編輯的 技巧或者平台呢來去做出來。我相信呢背後我講了很多東西，或者你們未必會明白，但是其實一個疫苗背後呢是經過很多年的研究、成功失敗，到了現在來到這個地步呢，是不是只是今年那個工作，而是很多年背後不同 的知識，不同的研究人員所貢獻出來的成就。 OK、啊、所以講回頭呢，就是今年我們要應對這個 COVID-19 的病毒的問題啦、啊、這個 pandemic 這個疫情，
咁裏面咧就有唔同嘅疫苗。咁啊，美國啦，美國暫時嚟講咧，淨係得兩種嘅啫。嚇，咁當然喺香港啊、中國啊，佢哋將來用嗰啲係另外一回事啦。咁香港、中國咧，我相信佢哋傾向咧就會用呢個中國科興嘅啊滅活嘅病毒嘅疫苗嚇。咁而美國咧，先後咧就有呢個 Pfizer 呢個輝瑞同埋呢個莫德納。咁兩個公司咧，藥廠公司咧，同樣都係用類似嘅平台，就係呢個 mRNA 即個信使核糖核酸嗰個科技嚟到去做呢個疫苗。OK， 啊咁咧就首先都同大家睇過呢個圖片啦。咁我而家咧就唔睇啦。啊咁咧我就再轉一啲嘢俾你大家睇下。嗱，我就借助啊睇睇。其實香港咧有好多資訊咧，係讓大家能夠更加明白關於呢個疫苗嘅。咁如果你大家有興趣咧，就完咗今日我所分享嘅咧，你就可以啊上香港個網頁。咁呢一個啊，大家就快要睇嘅咧，就係香港嗰個政府衛生署所供應出嚟嘅短片。大家聽到嗎？政府已經為香港用預購協議的形式計劃引入三款的新冠病毒疫苗，而這三款疫苗都是利用不同的科技平台。在這三集的 Fact Check， 我們為你逐一介紹。首先我們看看用信使核糖核酸簡稱 mRNA 科技平台製造的新冠病毒疫苗，這隻也可以說是用 mRNA 技術廣泛使用的第一隻疫苗。這款疫苗的基本原理是首先複製新冠病毒裡面某一節特定的 mRNA， 然後將這隻 mRNA 包裹在一些脂肪造成的納米粒子裡面，增加它的穩定性。在注射疫苗之後， mRNA 就會進入人體細胞，令它們製造一種好像長釘形狀的 S 蛋白，又稱為 Spike Protein。 S 蛋白呢是幫助新冠病毒黏附和進入人體細胞，亦都是構成人體對新冠病毒免疫反應的重要分子。當這些 S 蛋白遷移到細胞的表面時候，我們的免疫系統就會作出反應，過一段時間之後就對新冠病毒可以產生免疫的能力了。特別留意 mRNA 和 S 蛋白本身都不會致病的， mRNA 不會進入人體的細胞核，不會改變我們的基因，也都不會殘留在我們的身體裡面。香港訂購的 mRNA 疫苗是由德國的 BioNTech 藥廠火發內地的復星醫藥提供的。在第三期的臨床測試裏面，這款疫苗分兩針隔三個星期注射，對新冠病毒病可以達到大概 95% 的保護作用。由於 mRNA 對於溫度是比較敏感，所以這個疫苗要在大概攝氏零下70度的溫度作長期的儲存，而如果在一般雪櫃的2至8度的溫度，最多是可以保持5日。目前這款疫苗只是給年滿16歲或以上的人士去使用的。這款 mRNA 疫苗常見的副作用包括一些針口的反應、發燒、頭暈。我跟大家看第二個。這個是另外的，我跟大家介紹滅活新冠疫苗。這是 中國科興，已經有超過100年歷史了。好似小兒麻痹疫苗啊、甲型肝炎啊，以至白日咳疫苗咧，都有用滅活嘅疫苗。至於滅活新冠疫苗，係將新冠病毒殺死，經過適當嘅加工處理做成疫苗。當注射之後，過一段時間，滅活疫苗就會產生人體對新冠病毒嘅免疫力。就算將來受到新冠病毒嘅感染，身體嘅抵抗力都可以大大減低病發嘅機會。滅活疫苗裏面的新冠病毒已經死亡了，不能夠在體內繁殖或者是治病。在香港計劃引入的滅活新冠疫苗是北京科興生物出產的 coronavirus 疫苗。這款疫苗每次接種是 0.5 毫升，分兩次注射，而這款疫苗也可以在攝氏2至8度之間儲存。已知的副作用還有一種，
呢一集嘅新冠疫苗 Fact Check， 我哋会讲讲用病毒作为载体嘅疫苗技术。呢一种系比较新嘅技术，例如用作喺伊波拉病毒病嘅疫苗里面。用病毒作为载体嘅新冠疫苗，基本原理咧系将新冠病毒再有刺突蛋白，即系 S 蛋白基因嘅部分，用一个腺病毒作为载体结合为一齐，造成疫苗。注射之后，疫苗里面的病毒载体就会进入细胞，释放出新冠病毒的 S 蛋白基因，令细胞制造出 S 蛋白，从而帮助身体产生对新冠病毒的免疫作用。至于用作为载体的腺病毒，被致病的基因已经被移除了，亦都不可以在人体里面繁殖。英国的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一起研发的新冠疫苗，就是利用病毒载体作为新冠疫苗的例子。在第三期的临床测试里面，接种两剂疫苗对于新冠病毒的保护作用整体是达到 70% 左右。而两剂疫苗最佳的接种时间还在研究中，这款疫苗只是用于年满18岁的人士身上。在这里呢，我就用一个例子呢跟大家分解一下什么叫做信使核酸、这个核糖核酸的技术。就好像做饼呢，你有个、月饼这样说，那你有个月饼，你知道出来是这样的样子，你喜欢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淤泥、那个藻泥。Well, anyway, 那你就做个帽。那個帽呢就不是跟那個原裝一樣的，而是一個副本，但是一個帽來的。然後呢你就放一些麵粉啊，做一些什麼下去呢，然後放出來呢就成為這個月餅了。同樣呢就是那個信使那個核糖核酸呢，就是一個信息，一個、圖紙，是將原本那個樣式呢就變了是另一個樣式，那就製造了出來。咁然後咧就打咗入去個人體裏面，咁而個人體咧就對嗰個信嗰、那個 protein 嗰個蛋白咧就有反應，就產生咗啲抗體。咁而呢一個 mRNA 個抗體咧，特別係針對嗰個突出嚟嗰個 spike protein 嘅。咁所以將來譬如話，如果我哋萬一遇上咗個病毒嘅時候咧，咁如果我哋已經有咗嗰個抗體係抵抗呢個 S protein。这个突出来 的蛋白的时候呢，就能够可以防止我们惹病。甚至乎呢，如果那个效果不能够可以完全是、防止我们有病的时候呢，也都希望呢能够可以将个病情呢减轻，不会影响到那么严重、来到去因为这个病呢产生一些生命的危险这样、所以其实在我们今天当中呢，哎呀，我们知道有两款的疫苗啦、我走出去先、为什么我首先帮大家再讲第三种呢，那个叫做、利用这个、载体的病毒载体的技术、叫病毒载体的 viral vector 来到去做这个疫苗，就是将来有可能短期内有第三种疫苗出现都未定，就是 AstraZeneca， 它呢就是用这个技巧来到去、做这个疫苗、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有两种的疫苗，一种呢就是 Pfizer、辉瑞，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莫德纳，就是 Moderna。 而 Pfizer它主要那個、打針的期間呢就是三個禮拜，即是打完第一針跟著就打第三針。而另外 Moderna 呢，莫德納呢，就是四個禮拜第一針，然後等四個禮拜打第二針、其實兩種疫苗呢，它們所統計給出來的數字呢就都有九成多的有效咯、所以、主要是这样。而大家我想相信都会担心，因为担心到哇这么快
做呢一個疫苗出嚟，唔夠一年可以做成呢個疫苗。而更加嘅就係話，其實第三期嘅臨床嘅數據咧，亦都唔係話真係好多好多嘅人。咁而究竟呢個疫苗係安全啦、啊，唔安全啦、啊？我哋可唔可以打咧？咁有咩嘅條件？我哋係啊，或者有啲咩病情啊，背後有啲咩問題，以至唔可以打咧？咁樣我相信咧，大家都有好多呢啲問題嚇。咁我首先就係講到，即係其實打疫苗咧，普通嚟講咧，無論係啊平時我哋打開嗰啲啦，譬如話啊大狀疱疹嘅疫苗啦。啊，預防肺炎的疫苗啦，甚至乎每一年要打嗰個啊流感疫苗啦，咁其實每打一次嘅疫苗嚟講咧，疫苗本身咧，每一個人所接受咧都唔同啊。有啲人特別嚟講咧，係萬中無一啊，真係可以咁講，都係有一啲嚴重性嘅反應嘅，就唔係個個，但係真係萬中無一，喺幾多幾多嘅人當中咧，就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嚴重性嘅反應。嗱，咁呢一個咧就係講到以前。已經是研發了很久的疫苗，當然現在講到這個新研發的新冠狀病毒疫苗的時候，那個臨床經驗當然不是很多，接種的人也不是太多，就其實當他們研究的時候，最主要我想最常見的就是打針的地方痛，我打完兩針了，我不知道大家當中有沒有人打過，打完可以舉手，我打了兩針，我打的那個呢就是 Moderna 獲得了，其實無論是 Pfizer 又好或者是 Moderna 又好，其實打針的地方呢都挺痛的，痛一兩天這樣啦，或者有時候大家以前接種第二啲疫苗呢都會覺得針口痛、啊、肌肉酸痛、啊、會硬、啊、這樣，其餘呢就見仁見智啦。咁最普遍嘅感覺咧，就係有少發燒啦、發冷啦、頭痛啦、肌肉酸痛啦，甚至乎有啲係感覺到作悶啊、想嘔啊咁樣。咁維持嘅時間咧，就由幾個鐘頭至到兩三日嘅時候。咁啊，有啲就輕微咧，仲可以做嘢啦，食啲 Tylenol 嚟到退燒啊、止痛啊、瞓多啲啊咁。咁有啲咧就真係要瞓牀一兩日啦。咁呢一個咧係比較常見啲嘅反應。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喺呢個電視新聞啊，或者睇一啲嘅微信啊，或者 YouTube 啊，睇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可能嚴重啲嘅反應嚇。咁呢啲咧，我相信都係一個例外啦。嗱，咁所以其實都翻翻最轉頭就係話，而家大家都聽到咧，就有好多好多人，即係個疫情啊嚇，疫情咧就開始。唔單止冇緩和啦，咁至到幾個禮拜前咧，其實即係好似燒火咁興合合咁樣，哇，好犀利啊咁樣。咁即係話咧，其實個疫情咧都幾嚴峻，即係唔單止係美國，甚至乎喺呢個歐洲啊、非洲啊甚至乎喺韓國啊咁樣嘅地方嚇。咁所以其實如果唔係因為有疫苗嘅時候咧，我哋都唔知道其實點樣可以。能夠緩和呢個疫情，甚至乎希望能夠可以將呢一個疫情扭轉啊！所以我哋真係唔知道。所以而家啊，至少對我嚟講咧，對我嚟講咧，係個前景咧就係靠疫苗啦。咁你話疫苗係咪真係咁有用？好似佢哋咁九成幾嘅保護性咧，或者打完之後咧有九成幾嘅抵抗力咧？咁呢個即係遲啲我哋就會知道啦。即係當佢廣泛去接種嘅時候咧。咁就會睇下會唔會睇到呢個疫情嘅數據咧開始下落嘅時候咧，我哋就能夠明白知道。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現今最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缺貨啦。即係就算你想打咧，都未必有得打。咁所以咧喺唔同嘅機構、唔同嘅保險咧，有相當嘅難處。咁特別係 Kaiser 咧 ，Kaiser 咧就非常之缺呢嘅疫苗。咁暫時嚟講咧，佢哋嗰個安排咧。就成日都變啦，咁暫時嚟講都係打75歲以上嘅，甚至乎喺75歲以上咧，佢哋仲開始喺裏面睇佢哋嘅病歷，邊啲真係比較重要啲、嚴重啲嘅背後嘅病情咧，就俾佢哋打先咁樣嚇。咁我相信大家有唔同嘅保險嘅時候，都藉著唔同嘅原因咧可以打，特別係譬如有家居護理。或者你喺屋企係照顧老人家，或者係家居護理嗰個照顧嘅人嚟講咧，你就可以因為你要照顧嗰個病人，
個老人家，而你就可以順便打埋咁樣嚇，就個情況就係咁啦。OK， 咁啊，我等你問問題啦。問問題可以大家自由發問啦，或者可以去 check 嗰度，我可以睇到個 check， 可以問翻醫生。哦，要 check。冇知道可以 less 幾耐未啊？一年或者未有有數據講未啊？我好似聽到話 Moderna 講係一年嘅。哦，一年。嚇、哦！啊，但係其實咧，而家好難講啦。嗯。而家好難講，點解咧？因為咧，你知道有啲病毒咧係變種緊啊嘛，變異緊啊嘛。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就睇下邊個快啲咯，睇下啲細菌即係病毒變得快啲啊，一話我哋接種疫苗快啲咯。Okay. 如果我哋接得快，即係接種快啲，而將個疫情控制得好嘅時候咧，咁就病毒冇咁大機會，即係咁多機會去變種咯。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已經知道咧，就係、譬如歐洲啊、英國嗰邊啊，同埋南非嗰邊咧，嗰、那個變種都好犀利咯。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問一個問題比較長遠啲嘅時候咧，就比較難答咯。嗯。但係我最上一次聽 Moderna 嘅時候咧，即係話咧，其實 Moderna。對呢、這個英國嗰個疫苗咧，都有我諗應該，如果我冇記錯咧，即係打完兩針之後咧，有八九成嘅保護作用嘅。但係咧，對南非嗰個變異個病毒咧，個反應就五成左右啦。嚇、嗯，咁係咯，咁所以佢曾經 Moderna 曾經講過咧，就係、是、有可能咧要打第三針。哦，嚇、啊、有可能啦。咁所以其實呢、這個即係。不要鎖定這個我的講法，不過呢我可以跟大家說，就是說因為其實現在的難處呢就是疫苗短缺，而每個國家的步伐呢是不一樣、啊、即好像美國這樣、不是打得很快的，現在還在等疫苗、啊、那中國是不是這麼快呢？那但是中國那個疫苗它那個背後的平台呢又不同這個、信使核糖核酸、哦 okay? 所以有些不同，他們多數都是會採用那個滅活 的科技，那個滅活的科技對於那個變種的病毒的應付是不是那麼有效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啊、不過呢我跟大家說一個比例呢，就是我哋每年打嗰個叫做流感疫苗咧 ，OK， 嗱、我哋每年都打流感疫苗，但係咧每年嗰個流感咧佢都變種嘅，即係話咧你今年所面對嘅疫有嗰個病毒咧同上年嗰個病毒係唔一樣嘅，咁所以咧其實醫學界研究人員咧佢哋盡量咧都揾翻近一啲嘅樣本，即係病毒嘅樣本嚟到製造呢個新嘅流感疫苗，但係咧當佢完成咗製造啦。產生出嚟嘅時候咧，咁差唔多接種咧又變種啦。咁所以咧，其實每一年咧，我哋接種嗰個流感疫苗咧，係咪一個 perfect match 係完全係吻合嗰個面對嗰個病毒咧？咁未必嘅。咁但係咧，雖然係咁嘅情況咧，啊嗰個有效咧都係有效嘅，即係能夠可以預防啦，甚至唔負如果唔能夠完全預防嘅時候咧，就係將嗰個病情咧減低咯。其實我哋最終咧，如果真係可以達得到，就算唔能夠可以完全冇病咁講咧，都能夠將嗰、那個染病之後所產生嘅傷害咧減到最低咯。嚇、多謝。我想問一下，打呢個針咧，如果身體有某啲病，係咪唔打？定有某啲病都可以打噶？其實可以大膽咁講咧，差唔多種種問題都唔需要顧忌噶啦。啊，差唔多所有嘅人都可以打嘅，應該咁講。啊，除咗咩咧？除咗咧，啊，應該咁樣講。嗱、啊，佢睇下邊一種嘅疫苗啦。啊，通常咧都係16歲以上或者18歲以上啦，嚇、啊。咁所以小兒科嗰啲咧就真係唔打得住，因為冇咁嘅數據。而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是、啊大肚婆。當你懷孕的時候咧，打與唔打咧就在乎你個決定啦。因為咧，當我哋做呢個科研的時候咧，就冇包括埋呢個大肚婆喺裏面，即係懷孕嘅婦人嘅裏面。咁所以咧就唔知道疫苗對於佢哋嗰個副作用係點樣。
或者唔單止係對於佢嘅副作用啦，甚至乎對於佢個肚裡面嘅 B B 咧，有冇咩壞嘅影響？咁所以咧就暫時嚟講咧，冇呢個數據。嗱，其實背後勸呢個懷孕嘅婦人要打咧，就在乎佢嘅危險性啦。危險性嘅意思咧，就係如果嗰個婦人係醫療工作人員、前線醫療工作人員，譬如話咧，佢係護士嘅咁。或者是醫生要接觸病人的，而他因為他的工作而將他擺在這個比較容易感染到這個病菌的行列當中，那可能他會選擇打。但是如果譬如說你是普普通通的在家裡，或者接觸的病人不多的時候，那可能你會選擇不打。Joyce 是不是有東西說 ？Joyce Andrew。有問題，係我想問一下，而家你去接受打疫苗嘅時候咧，佢會話俾你聽，你到底打咗疫苗之後咧，你去會唔會係叫你正常嘅去做嘢啊？定係點樣嘅 recommendation？ 因為我諗到即係如果你去做一個 trial 話打咗疫苗，你一定要俾啲人去感染，你先知道有效與冇效。咁所以而家佢到底叫你打完第一針？咁你係咪可以唔戴口罩周圍走？打完第二針幾耐？有冇咁樣講咧？其實哦冇，依、這個絕對冇。依、這個我相信 the other way around， 即係話咧，其實如果你聽新聞咧，就係話當你打咗疫苗之後咧，你都仍然要戴口罩，仍然要大家保持一個社交嘅距離嚇、就絕對唔係話打，即係打完之後咧就可以放鬆啊，唔戴口罩啊，大家一齊食飯啊，唔係咁樣，絕對唔係咁樣。我就覺得有時或者好多人覺得打咗針就所謂有效咧，係唔會傳到感染嘅有效，其實係一樣會傳，只不過你唔會病得咁嚴重啊。佢所謂有效率係你唔會病死咁嘅，但係你仍然可以帶菌傳俾隔離啲人啊嘛。嗱，佢呢一個咧係兩個講法，嗱兩個講法，嗱因為阿 Andrew 你講咗兩樣嘢，嗱一樣嘢咧就係話當你話有效咧係防止有病。即是说呢，当他们讲这个数据，譬如说我们用一个例子，就是 Pfizer 和这个 Moderna 两个疫苗这样说，当他们讲到九成几的时候，就是讲到说其中有九成几的人打了疫苗是希望他们是不会有病的，这个是第一。至于带菌的方面就另外一个因素了，即是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接触到这个病菌，而我身體裏面已經有抗體的時候咧，我就係最理想的情況咧，就係冇病。OK， 最理想的情況就係冇病。而佢希望呢九成幾咧就係咁樣嘅。嗱，而你個帶菌咧就係話就係因為你冇病 ，OK， 因為你冇表現到呢個病，而你接觸到呢個病菌，譬如話你摸咗擺咗你個鼻啊，或者擺喺你邊度咁講啦，咁個病菌。個病毒咧都有佢嘅生命咧，就維持有幾日時間啦嚇，睇下你係擺喺邊個地方啦嚇。咁你而當你有呢個病菌嘅時候，你有可能係將呢個病菌帶去接觸到其他嘅人，而其他人咧就係因為你帶咗個菌咧，而會感染到個病毒。嗱，咁呢一個咧就係講到帶菌嗰個問題啦。咁而打咗針之後咧，真係有產生到抗體，而呢個抗體係啱嘅話咧。就唔單止係，即係最理想嘅情況咧，就係冇病啦，係咪？但係就算係有病嘅話咧，都希望能夠將個病情減低咯。啊，咁其實如果啲你嗰啲 trial 嘅時候，如果個個戴口罩戴得好嘅時候，應該係好少人會病。咁你點知道佢嗰個有冇效咧？係啦，其實咧 ，Andrew， 你問嘅問題我都曾經問過啦，你問我都冇用，因為我唔係 carry trial 嗰啲人。因為啱嘅，你如果你去諗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點知道當佢哋做第三階段嘅研究嘅時候咧，打咗針之後，或者係有啲人冇打針，咁佢哋點樣能夠可以去比較做裡面嘅數據，佢哋有一個結論咧，就話九成幾有效啦咁。呢個唔好問我啦，我淨係好似我哋做醫生咧。order X-ray 咧，我哋淨係睇 report 嘅啫，我冇睇個片嘅，因為我唔識睇片
啊，淨係佢嘅個結果話係有發炎就有發炎，有咩事就有咩事，我就唔睇啦。而嗰個數據咧係咁樣出嚟啦。咁其實咧，即係我相信咁樣講。嗱，當然咧，我哋平時聽咧都會質疑一啲嘅數據有冇效啊咁樣。咁所以點解譬如好似攞美國嘅情況嚟講咧，點解我哋要用即係點講咧？要等候嗰個緊急行政命令先至可以用到，而要等一啲嘅時間咧，係咪？就係因為佢哋喺 CDC 又好，或者係即係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總之邊個都好啦，就要將嗰啲數據咧就研究睇，咁一班嘅學者咧喺度研究，究竟睇嗰啲數據係咪真係有效咧，又話冇效咧咁。咁我相信咧，其實嗱，我憑信心啦，呢啲真係憑信心，即係話咧，佢哋呢一班學者咧唔係傻嘅啊。即係如果真係冇效嘅話咧，佢唔會搞咁大嘅嘢嚟到去廣泛去製造，然後跟住咧又分咗之後咧，又要打，亦都係好大嘅開支嚟到將呢啲嘅疫苗咧係送到唔同嘅地方，係幫病人去打。即係我就要憑信心係信佢哋嗰個 judgement， 佢哋嘅判斷性就係話哦 ，Pfizer 同埋呢個 Moderna 喺臨床嘅經驗當中，雖然唔係話真係好多好多好多嘅數據，但係咧。都是有效，咁係值得，即係睇疫情嘅情況咧，係值得廣泛使用嚟到去希望扭轉嗰個疫情嚇。嗱，咁但係絕對咧，我想講咧就係話，打完之後唔可以掉以輕心嘅。你始終你都係要保護自己啊，因為兩方面啦，保護自己同埋保護你身邊嘅人啦。因為有陣時你唔知係咪你變咗喺幾日當中咧，成為一個帶菌者嚟到將嗰啲菌咧係帶俾其他人。我問下嘢先。係Rashana。Rashana 又係。Rashana。係啊，我有一個問題想請問下余醫生。有一個即係有一個人啦，老人家啦，佢而家咧就係進行緊呢個 cancer 嘅注射嘅。咁佢哋適唔佢嗰個身體適唔適宜打呢啲針嘅咧？即係我諗應該。該見仁見智啦，但係我諗普通嚟講咧都應該打嘅嚇，即係你可以去係咯。而佢當然啦，佢自己係接受緊化療啊，或者一啲癌症嘅治療嘅時候，佢嗰個主治醫生咧就應該係最適當嘅人選嚟到去解答呢個問題啦。咁但係都係應該要打嘅嚇，因為其實而家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如果你擔心嗱有冇效呢、這個已經唔係一個問題啦。因為咧就相信係有效嘅，咁而家我諗主要嘅問題咧就係有冇不良嘅反應。我諗主要病人或者大家都係關注呢個問題。咁而家點解要推行要打咧？就係話係做一個比較咯，即係好處同埋壞處。咁壞處即係唔好處，梗係有啲反效果啦嚇。咁當然有一啲萬中無一嘅致命嘅反效果都有可能咁樣存在嚇。但是普通来讲的反效果就不太严重的。所以如果当你这样去比较的时候，如果你比较一下，如果你染上的病毒那个危险性高，又或你去打针的危险性高呢，所以就用这两样来比较。OK, thank you. Yeah. 余医生，想问你需不需要打了这个流感针才去打这个新冠？哦，其實即係好似香港咁樣咧，香港嘅醫務人員咧，嗰個都係勸大家去打呢一個流感針先嘅。嗱，不過咧，因為點解咧？其實個原理咧就係話，如果你冇打流感針，而同一時間你又有感冒，又同一時間有呢個新冠狀病毒咧，咁啊英文又叫 double whammy 咧，你差唔多即係。雪上加霜啊，可以講話死梗咁樣講啦嚇，即係好慘咯會。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能夠可以打咗流感針，減低咗一個可能性嘅時候咧，咁你就算有呢個病毒感染咧，就都或者冇咁慘咯。嗱，不過我同大家講咧，就係話今年因為大家都口罩，大家都係社交距離，差唔多係冇感冒嘅問題。
所以如果你早知係咁咧，即係每年都咁上下戴口罩咧，大家就好安全啦。醫生啊，我有個問題。咁而家咧咪就新聞講咗個 Johnson & Johnson 都出咗數據嘅，咁話66%嘅，咁你個睇法點咧？冇乜點睇法㗎，其實而家咧就係一個嗰個貨啊，那個貨源嗰個競爭。咁所以即係越多貨出嚟嘅時候咧，你打咗咧，就算你六成咧，都有六成即係幫到你咯嚇。而且好似 Johnson & Johnson 咧，打一次嘅啫。係啊，一次嘅佢話一個鐘。嚇、啊！而且係平啲添噃。係$10嘅好似。係啊。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咧，老實講啦，我哋喺呢度講咧，就係一個好似一個 exercise， 一個活動咁啦嚇。但係咧，其實當你去報名打嘅時候咧，你根本冇乜選擇噶啦。到時你有咩貨就攞咩貨噶啦。好似我自己打咁啦，我冇得選擇噶。開頭我哋啲醫務人員咧就打呢個 Pfizer， 但係打到我嘅時候咧又冇啊，就打 Moderna。到了晏晝夜晚黑咧，我另一個同事去打咧，佢又打翻 Pfizer 喎，啊，咁其實對我嚟講咧，我就喜歡打 Pfizer 多啲嘅，點解咧？咁因為咧 Pfizer 打第三個禮拜翻去打第二支啊嘛，可以做一個禮拜免疫啊嘛，咁啊 Moderna 要等到第四個禮拜，咁臨床嗰個表現嚟講咧，嗱。我又不想嚇大家啦，不過咧就照我聽咁多嘅回應嚟講咧 ，Moderna 似乎嗰個反應會大過打 Pfizer。但係始終咧，當你去登記嘅時候係冇選擇。咁樣打第一針 Pfizer， 第二針 Moderna 得唔得？唔得。至少美國不是這樣做，因為其實它是類似的科技，但是不是同樣的科技，即不是同樣的做法，所以始終呢都是有些分別。所以以前在英國呢就說可以 mix and match， 樣好像 你買餸一樣，你集幾多少多少錢一樣，不行，照我相信不行。余醫生，我想問你，你對睇有冇見到啲細路嘅染到呢個病毒？點解佢哋會冇乜現象？定係佢哋係點？因為平時我哋諗呢個，尤其是 baby 生出嚟，手掌喺邊度？係冇抵抗力嘅。揾到嘅。咁乜嘢都惹到病，點解佢唔惹到細路？你 mute 咗，余醫生，你 mute 咗。Okay. 其實我這個答不到你，為什麼呢？咁但是呢又不可以千篇一律，因為其實呢兒科呢是沒錯，是比較感染的，即是怎麼說呢，得到個病的機會，即是那個比率是低、okay? 但是呢其實也都有一些小兒的感染到個病毒而有致命的問題都有，不是沒有。而至於背後點解佢有啲發病多啲，有啲發病少啲，有啲有生命危險，有啲冇生命危險咧，就即係冇人知道咯。甚至乎大人咧都唔清楚噶。咁甚至乎有啲人係針對嗰個血型嗰方面啦嚇，即係 A 啊、AB 啊嗰啲咁嘅 O 型啊嗰啲嚟到去睇。所以咧一段時間咧好多病人話：哇！你 check 下我有咩血型啦咁嚇。咁所以咧就嗱，我咧就冇真係專心去研究呢一樣嘢。所以其實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是、自己做自己嘅嘢，小心啊，口罩啊，呢個社交距離啊，咁然後跟住咧就唔係聽天由命啦，係聽神嘅安排啦，等候佢嘅意思啦，嚇，冇咩好諗噶啦，啊，因為你唔知道係感染係點講咧，係輕微啊，因為嚴重。因為我有些病人都要住 ICU， 但係有啲咧就係同佢傾下偈，話係啦，有少發燒，其他冇乜嘢咁。但係有啲咧就都幾辛苦咯。就算唔係話去急症室咧，都好辛苦咯。如果感染病，因為
成身痛啊、軟瀨瀨啊、冇精神啊、頭輕輕啊、又作悶啊，咁唔好講話呼吸有陣時咳得好犀利啊咁樣嚇。咁所以惹上個病咧，就真係唔係講笑嚇。所以我就睇到啲細路，如果係帶菌者咁傳到俾啲家長或者老人，咁咪一個好危險啊！係啊，所以嗰陣時啊 ，Donald Trump 咪話我開放學校啦，咁唔怕嘅，因為啲細路咧唔會點樣病咁樣。咁佢就冇再諗多一步咧，就係話 OK， 如果啲細路冇病 OK， 但係佢如果就算有輕微嘅病咧，佢都帶翻去俾啲爸爸媽媽，帶俾佢嗰啲祖父祖母啊咁樣。咁其實係好難嘅一件事咯。系啊，啱噶。Leslie 系咪有问题 ？Leslie， 阿 Lim 问先啦 ，Lim 问咗想举手好耐啦 ，Lim。系。啊，呢位伯伯，我记得你上次。医生，我问你，用紧 antibiotic 对打针有冇咩 interference？ 应该冇问题。应该冇问题嘅，我睇。冇问题。主要其實打疫苗咧，就係你兩個禮拜內咧冇打其他嘅疫苗針。哦 ，OK。即係譬如話你今日突然間你又想打嗰個肺炎嘅疫苗，或者打呢個大樣疱疹嘅疫苗，咁你就要等兩個禮拜，然後先至即係至少啦嚇兩個禮拜後先至可以打嗰個冠狀病毒嘅疫苗。係 ，OK， 多謝。我系净系想问下，知道有啲姊妹已经打第一针，等紧打第二针。咁第二针嗰个反应咧，会即系去到边个地步？有好多人自己住噶嘛，去到边个地步咧？即系要need help， 我唔知系咪可以讲声我听。少少发烧，如果系真系高烧或者去到边个地步，系需要搵人帮嘅咧？即系有人有啲咁嘅经验咧，咁啊！我讲俾你听，嗱，我首先咧有两个方面啦。咁第一方面咧就系、是打针嗰个礼拜咧，我就好似同阿 Lawrence 都倾过啦。我话嗱，我就绝对唔可以喺打针个礼拜安排噶啦，因为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做到啊嘛，系咪？咁当然啦，冇咁快啦，呢、這个 workshop 嗰个安排。咁但系即系心里面咧，譬如话讲道啊、讲座啊，嗰、那个礼拜咧，因为我礼拜五朝头早打嘅。而我亦都唔知道我反應會點啊嘛，咁所以咧我就會小心啲，就唔會有啲咩安排嘅咁樣嚇。咁其實我自己係打第二針嘅 Moderna 咧，就第一針我就淨係即係隻手痛嘅啫。咁第二針咧打完之後咧就冇發燒冇發冷，不過個人咧就眼瞓咁啊，即係多啲休息啊咁樣嚇，就係咁多咯啊。咁而大家你話真係依個 Nancy 你問一個好問題咧，就係話其實當我哋即係整體一個教會嚟到去講咧，面對呢個疫情同埋處理打針嗰個過程當中咧，其實嗰個關顧咧個關心係好重要咯。啊，咁即係每個弟兄姊妹都可能有自身嘅家庭去幫你啦。咁但係其實另外咧就係話，即係可以大家喺禱告方面啊，嚟到通訊方面咧，就係講到，我幾時打咯喎咁。咁你就可以代禱啦，同埋咧預先咧就即係有啲電話來往啦，關心啊，有啲咩需要就幫手煮啲嘢啊，送啲嘢食啊，咁即係嗰一方面咯。咁通常咧都捱得過嘅，通常唔會話咁慘嘅啊。特別係即係如果你係退咗休嘅話咧，咁你都係唔舒服喺屋企，即係唔使翻工，唔使諗住翻工啊咁樣咯嚇。但係如果翻工嗰啲咧就要。我就禮拜五朝頭早打，我就取消我下晝個睇病，我攞 vacation 休息咁樣，我費事打完針又跟住翻去做工咁樣嚇。OK， 多謝。我唔可以輪到我問題啊？可以。好啊 ，Sam 係嘛？係啊 ，Sam 係。嗱，我想請問啊，醫生。你講過無感染帶菌者，即係你先前講咧，你本身係冇病嘅，冇感染唔到啦，因為打咗針。但係人你手手腳腳啊，都可能帶菌去感染其他，係咪咁解？係嗱，嗰個感染帶菌者咧，就係話你真係接觸到嗰啲細菌咯，即係唔係話個個打完針就變咗即係帶菌者，唔係咁嘅意思。
嗱嗱，我呢個咧，我即係想答跟住個問題咧，我就問點解啲醫護人員啊，分分鐘翻去COVID-19 test 噶，打咗針仲要去 test 噶？分分鐘即係唔係 ？No， 即係每個禮拜或者一個禮拜兩三次，咁啲醫護人員啊仍然翻去 test 噶。OK， 打咗兩針喎，即係點解？呢、這個就係要睇下嗰個叫做咩咧，佢哋嘅要求咯。咁嗱，如果 testing 係好噶 ，testing 嘅意思咧就係話你有冇即係有冇嘢病？因為你而家都係仲仍然係即係照顧啲病人啊嘛。嗱，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啦，我哋就冇呢個 requirement， 即係我哋冇咁嘅要求，即係每個禮拜都去。嗱，我知道咧有啲譬如話療養院咧，就每個禮拜都要檢視。哦，原來咁，但係你話95% 已經係有效咯喎，咁你係咪需唔需要咁嚴格真係咁 test 嘅咧？其實話真嚟，就算係療養院啊，我唔知佢係邊個，不過我聽翻嚟話醫護人員就係一個禮拜 test 兩次，即係打咗針之後仍然一個禮拜 test 兩次，睇下係咪 positive negative。係，即係睇下有冇機會係有問題啦。咁嗱咁。第一咧就係話你打完針之後咧，你要等一啲嘅時間咧，先至有產生到抗體噶嘛。咁你唔會話打完針之後一兩個禮拜就話，哎呀，我好似無敵金剛咁，我冇事啦，咁又唔得噶，係咪？咁所以我諗就係鑑於嗰個安全咧，咁佢哋仍然有一啲嘅程序咧要保持咧，就係話如果真係即係嗰個前線接觸多嘅時候，佢哋需要繼續嗰個 practice 嚟到去檢咯。Okay， 一個禮拜兩三次，兩次咧就我就比較少聽啲嚇。哦，即係換句話講，如果你打咗針即係第二針一個月之後，即係舉個例啊，一個月或者再多啲時間，咁就越長時間咧，你嘅感染嘅機會咧就可以 up to 95% 啦，係咪咁解？啊，即係你即係點講咧？應該咁樣講，應該講咧就係話95% 咧，就係話如果有100人接種咧，有95個人咧都會產生抗體。係，我明白。當然係唔係100%啦。係啦，冇錯啦。嚇。OK， 多謝你，多謝。係。可以食退燒藥，可以。哦，退燒藥咧，係。是他们建议是吃 Tylenol， 不要吃 Ibuprofen。 是他们是这样说，是没错。什么原因呢？这个我不知道，我解答不到。OK， 但是我都觉得没什么特别的需要将它分得那么清，因为如果譬如说你是讲周身骨痛，如果你 Tylenol 控制不到的时候，我相信也都可以吃 Ibuprofen。即系唔系话有反作用嘅，系嘛？应该唔会。OK，OK，Thank you。嗯哼。点讲啊？系，即系打咗针第一针以后嗰个有效有条曲线嘅，应该系嘛？即系唔系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开始有效？咁月兒打咗第一針以後兩個禮拜後嗰、那個，我都有三個禮拜，佢個 effectiveness 有幾多啊？應該都有70%嘅。你有冇見到條曲線咧？唔係，應該都有70%嘅。應該有70%嘅，即係打完第二次啊，應該兩個禮拜後就100%應該係。啊，九啊零啦。九啊零啦，冇錯啦，係咁解咁。嗱，即係其實你要明白咧，個背後嗰個原理咧就係咁樣。嗱，唔好淨係講呢一個病毒嘅免啊呢、這個流啊呢、這個啊防疫針啦嚇，講翻以前啦。嗱，如果你打呢個肺炎針咁講咧，嗱，而家打個肺炎針咧就係今年打一支，下年打一支。嗱，如果你打嗰啲大狀疱疹咧，就係而家打一支，三個月之後打一支。係啊。啊，再睇第二啲咧，就係好似 B 型肝炎嗰啲預防針咧，而家打一支。一個月打一支，然後半年之後再打第三支。嗱，咁通常咧打第一支，即係譬如我哋用翻嗰個 B 型肝炎嗰個預防針啦，打完第一支咧，有65% 嘅病人咧就應該 OK 有免疫噶啦，但係唔係100%。咁其他35% 咧就要再跟住嗰第二支。咁第二支咧就當將嗰個比即係百分比咧就推到70%-80%。
咁然後再半年之後再打嘅時候咧，就差唔多九成幾以上嘅病人咧，對於 B 型肝炎咧都有呢個免疫體噶啦。啊，咁所以其實嗰個增長係一個增長嚟嘅。一个人不要误解了，打了针第二天就掉了口罩了，不用了。这个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同样的信息，就不要掉以轻心了。不过有时候在社会当中有很多其他的人，就算现在的病情那么严重，有时候在堂房里都看到有些人戴口罩的。尤其是呢，就是劝大家，就是说当你去买菜买东西的时候，你看铺头的，你真的要看铺头。因为有些铺头是小心一点，有些铺头都不理的，生意越好越好。如果我点名这样说，如果 你在唐人埠、OK? 你在唐人埠欧伦唐人埠在八街 between、应该这样说，都是不要说得那么清楚，在八街近 Webster 的商店一个 grocery，OK， 你去看看研究下，看看嗰啲人流同埋大家聚埋一齐去拣嘢嗰个情况咧，你就知道唔系好安全啦。都唔知道有冇一尺位。口罩就冚住个口，又唔冚住个鼻咁啦，系嘛？啊，总之就好多原因啦。仲而且咧，我就唔即系我而家自己咧，去买咖啡咧都要揾啲人咧，即系唔系倾偈嗰啲嘅，因為呢有時呢你去買咖啡呢，特別一些、比較小的咖啡店呢，那個客仔又跟個整咖啡一起聊天，一路溝咖啡一路講很多嘢，那我就不好喜歡這些咯。啊，即是不要太 friendly， 即是 不需要那麼友善，好像平時那樣聊那麼多偈。現在我看病都是我說 short and sweet， 即是呢又短又快，大家走就對了。有什么要补充呢，我就电话跟他谈。余医生，如果假如半年九个月后、美国有大部分的人，大半的人打了疫苗了，那些人的 behavior 会不会个个都不戴口罩周围走，觉得、我受保护了、那是不是一个危险的现象、这个呢就真的要看看政府怎么说，是不是即好像过去那样Donald Trump 咁啊，自己都唔戴口罩咁啊 ，you know， 咁你要睇下个领导人点样去领导咯。咁其实我相信咧，即系戴口罩咧系成为我哋嘅文化噶啦，会系咪？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将来面对嘅咧，即系六七个月以后咧，就要睇下有冇嗰啲变种嘅入咗嚟，即系嗰啲多啲 cases 入咗嚟，而家都有噶啦。其实美国系做得唔好嘅，我话俾你听。美国没有把关的、如果你大家听新闻多，你看看香港的做法，不要说其他亚洲城市，只是香港的做法和美国的做法就很不同，因为香港呢就把关在机场把得很犀利，所以你经常都听到有些输入个案的，是不是？但是呢，因为 你当你一摆了老鼠入来的时候，你惨了。他们经常捉了很多都是那些输入个案，特别是现在他捉的那些就是那些南非、或者英国的变种，他们都捉到的。但美国现在才开始捉，但之前已经放了很多进来，他们根本海关那里都没有管制的，是非常之疏，即是 很松、是非常之松。所以如果现在美国不是靠疫苗，我想都是会死得人多的了。医生，我想问一，对唔住，医生，我想问一问，头先你话打呢只针系有效一年，咁一年后使唔使又要再打？多数都要打。哦，系啊，因为之后咧就会重复打噶啦，一定噶啦。所以如果你即系有呢啲药厂嘅股票咧，你会发达咯。但系调转嚟咧，有咩意外咧，你就破产啦。追究起嚟咧就破產啦，即係咁講，即係講笑啫嚇。我冇呢啲藥廠嘅股票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呢個傾向咧，就我諗都會以我估計咧，就係、是、即係會重複嚟到去打新嘅疫苗。而醫務人員、研究人員咧，佢哋要開始研究，睇下啲變種嘅點樣去應對一啲變種嘅咯。因為人越嚟越多，你
未接種，即係要打，要大家好似競跑，即係賽跑咁樣。有問題？嗰啲布口罩同埋用完就掉嗰啲 surgical mask， 佢哋嘅有效率係咪應該一樣噶？哇！這個真的很難講喎。嗱，因為布口罩咧，其實有很多嘅。其實布口罩裏有啲咧可以攝嗰啲 filter 噶嘛，係有啲冇噶嘛，有啲淨係得層布嘅啫嘛。但係有啲咧有個地方俾你攝幾層嗰啲咁嘅隔嘅嚇。咁、啊、你一層嗰啲咧又有好多，即係淨係嗰啲單單藍藍地色嗰啲咧，其實都種類都有好多噶。有啲真係紙咁薄咧，你嗰、那個。窿咧係比較疏噶啦，咁所以其實好難講。不過咧，絕對咧，絕對嗰啲 face covering 咧係冇用嘅。即係你知有啲人咧，就好似嗰啲西部牛仔嗰啲咧，即係整塊嗰啲圍巾咧，即係掀開咁嗰啲咧就冇乜用啊嗰啲，因為嗰啲布質咧係非常之疏落嘅。唔該。我都有個意見，即係我見到人最大嘅問題，戴口罩係唔能夠燒咗。啊，好多人咧就呢、這個好鬆啊，你口有時覺得口係保護自己，但係如果你唞唔到氣，你唔戴得好嘅時候係漏好多氣嘅。你如果眼鏡會 fog up 咧，你就知道啲氣係喺嗰度漏緊出嚟，所以其實兩睇嘅，你唔係話嗰個面罩。隔得到就是好事，你不 fit 的時候呢都是沒用。是啊，不過呢，即我想現在我看到，即不說疫苗呢，即說到染病呢，染病呢，家居染病的可能性都是很高的。特別是譬如說，如果你看到有些年輕仔那些，即你自己家裡家人那些年輕的在外面做工，跟著回來這樣啊，特別有陣時咧，一齊即係聚一聚，譬如好似嚟緊新年咧，你又過嚟食下飯、團年飯啊，乜乜開年咧咁嚟唔緊要嘅，嚟咧食嘢嘅時候，因為食嘢嘅時候冇戴口罩啦嘛，咁所以咧就分開台，即係你一角我一角咧，咁就最安全咯。因為好多時候領嘢就係啱啱嗰陣時領嘢就係領嘢，所以就唔好掉以輕心咯。唔好食嘢就最安全啦！食嘢要食嘢，都系食嘢要隔離，要唔要隔離食嘢啦？咪特別咧，有啲公公婆婆咧，去幫手湊孫嗰啲咧，都好高危噶咁樣。明年先啦，明年先啦，明年過年啦。係啊，太危險啊！有冇其他問題？嗱，冇問題，我再講多幾個 slide，OK，、okay？ 好唔好啊？好，好快嘅啫。謝。嗱，咁我同大家講咧，就係話，其實即係當我哋有呢、這個新冠狀病毒疫苗咧，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咁但係咧，係咪一個絕對嘅好消息咧？咁唔係一個絕對嘅好消息，因為點解咧？因為甚至呢個疫苗有100%嘅有效，能夠可以保護我哋，能夠對呢個冠狀病毒免疫，我哋唔會因為呢個冠狀病毒而死亡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人咧始終有一日咧都會面對死亡啊嘛。咁我呢度就係針對就係話，其實我哋每一個喺呢一度聚會嘅人，係咪已經接受咗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我哋知得到係有呢、這個永生嘅福氣，有呢個永生嘅盼望咧。咁啊，咁如果你明白我意思就係話，係冇錯，這個免疫針、防疫針係 good news， 但係咧唔係 absolute good news， 因為我哋始終都會因為唔同嘅原因咧離開呢個世界。咁所以即係我講到絕對好消息咧，就係神個福音啦。啊，因為我哋如果未認識神、未接受耶穌嘅時候咧，我哋知道嚇，我哋每一個人咧啊都犯咗罪啊，因為咧我哋喺唔同嘅時間啊，甚至乎當我哋開始一路成長嘅時候，幾歲咧，我哋都睇到咧，我哋都係有罪性嘅，搶啊、呃啊，甚至乎咧
啊，一路長大嘅時候咧，係不擇手段去即係爭取自己想要嘅嘢。而喺人同神之間咧，其實咧係一個關係嘅。啊，因為神係做人啊嘛。啊，正如我首先同大家分享就係話，其實唔單止我哋能夠可以用現今嘅醫學科技咧，去知得到嚟到去解答一啲嘅奧秘，即係譬如話啲細菌，我哋點樣能夠可以睇到咧？我哋眼睇唔到噶，但係都存在。但係而家有科技能夠可以用一啲 electronic microscopy 一啲好顯微嗰啲鏡咧，就睇到。正如我哋睇到個病毒嗰個結構，而同樣咧就係話其實呢啲奧秘咧，其實喺好多年之前，當神創造人嘅時候咧，已經存在噶啦。人嘅結構啊 ，DNA 嘅組合啊。排序啊，即係各方面嗰個啊系統嘅設計啊，神已經係一早已經係啊藉著佢嘅智慧設計存在咗，只不過而家先至有科技去 uncover 嚟到去明白嗰個運作係點樣啊。咁所以其實點解人犯罪同神係有關係咧？虧缺咗神嘅榮耀咧，因為神本身嘅意思創造人咧係要榮耀佢自己噶嘛。但因為人犯了罪的緣故，就不能夠可以彰顯神那個德性的榮美，所以呢我們就不能夠榮耀神。正如就是說我們其實平時都可以正常運作，但當我們有病的時候呢，我們呼吸又困難，聞東西又聞不到，又有咳嗽，又累到呢要睡床。所以其實當我們人有罪或者人有病的時候呢，就不能夠可以正常運作，特別當我們人不接受神的時候呢，就这个是最大的罪咯。而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是绝对的 好消息呢？就是因为当我们仍然是罪人，就是说当我们对神不住的时候，当我们是未够资格的时候，神已经是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就是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因为如果大家留意这一句经文呢，为我们死嘛，为我们死即是说人本身要死，这个死呢就是不单止是肉体的死亡，而是一个属灵的死亡。为我们死即是代替了我们的罪，以致我们不用死。所以呢，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面，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来到顶替我们的罪，以致我们不用死。而再看下一节经文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其实哦，原来我们每个人犯罪所赚得来的呢就是死亡，不单止是肉身的死亡，更加是同神隔离的死亡。但是因为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就是不是赚的，是白白免费的，以致我们能够藉着信耶稣，我们能够有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同神一起。这个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咯。因为很简单的，就主要就是认耶稣为主，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为什么信耶稣复活呢？因为这个是彰显到神的大能，也是因为耶稣复活，我们将来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是可以复活。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绝对 可靠可信的消息。而最后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凡投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之前讲到世人都犯了罪，是不是所有人都犯罪，是离开了神，亏缺了神。但是调转来呢，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的救赎，我们所有凡哪个愿意信耶稣的就能够得救，就能够可以得着永生。所以其实这个是绝对一个好的消息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都会面对死亡这个终极的限制。但是如果你在未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未去到那个地步，是选择信耶稣的时候呢，你就选择得着这个永生。所以其实同样的，其实疫苗是好的，我相信疫苗是好的，只不过呢你要决定要种，即是接种，这样才可以保护到你。但是疫苗都是帮助你某一个方面。但是当你今天如果你未信耶稣之前呢，你接受了这个福音，选择信耶稣，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人的生命真的很难说。上个礼拜我行一条公路，经过一个意外，
咁有三架車喺度。咁我見到嗰個 ambulance driver， 即係嗰個十字車嗰、那個救護人員嚇。咁、啊、有架車，咁啊裏面瞓咗個人。咁咧嗰個人咧係冚曬嘅，連個頭都冚埋嘅。咁你知道有咩事發生啦？即係話因為呢個意外嘅事情咧，咁呢個人士啦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啊，咁所以其實生命嘅嘢咧真係好難講嘅，生命嘅嘢好脆弱。我哋都好關注呢個病毒所帶嚟嘅影響嚇，但係千祈唔好忘記咧，其實喺我病人嘅圈子當中咧，有好多因為唔同嘅原因咧都離開呢個世界。無論中風啊、癌症啊、或者意外啊、或者乜乜乜，好多人都係噶。咁真係而家殯儀館忙到不得了，真係死得人多嚇、啊。所以我哋要思想到，如果你仲未有呢個永生嘅確據嘅時候，有呢個把握嘅時候咧，就真係要把握啦。因為唔知幾時輪到你啊，又唔知幾時輪到我。不過我啊好安心啦，因為我有永生嘅盼望。啊、所以我不用担心、啊、所以就希望大家有机会真的、啊、想想，如果你未信耶稣呢，信耶稣啦，不要说哎呀等到我迟啲啦，现在你多数都退休的啦，以前传福音呢朋友、啊、退休先信啦，那 OK 好啦，你现在退休啦，你信了没呢、啊、希望你把握机会信耶稣、啊、好，将时间交回给牧师。